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仙。你哪里？我们来深入 Roblox。我们今天来跟阿谦两个人一起越狱。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嗨，今天我们又来第一次跟阿谦一起玩 Roblox。在我的频道上面啦。我们两个人在要来一起去逃脱监狱。这个监狱在上一次的时候我已经逃脱出去了，不过我好像给他忘了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打算进一出，好不好？今天再一次进到这座森严到一个不行、问题多到一个爆炸的监狱。那上一集的时候，爸爸们纷纷敲碗说：“阿晨，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看看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又回来了，而且我还打算花很多很多的扣扣，看看这游戏中有什么酷酷的东西可以买给大家看。不过在那之前，如果大家喜欢 Roblox 越狱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轻轻松松就突破15000个喜欢，你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那喜欢增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超快！超级快，所以这一次我们一样定个小小的目标，好不好？这款游戏哈，总共有12个不一样的结局。我们上一集花了整整快50分钟才破出一个结局，也就代表说还有11种不一样的逃脱方式。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想看到阿仙我破出不一样的结局的话，大大的喜欢给他揍下去，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累积个一样来个15000个喜欢。我们就来开启个第三集，好不好？大家有注意到我的角色手上拿的武器是什么东东吗？是个平底锅，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犯人，叫做厨师的样子。我可以拿我们的平底锅揍人，而且我的血量好像比较多一点点。你看我之前的那个爆炸囚犯，他的血只有75滴血而已。那这一次我的血有100滴。不过我们今天来选一个职业，好不好？这里有什么医疗犯啊？这里还有 Buffy，他连 Buffy 都有然后还有忍者。警察也被抓起来，怎么回事啊？然后还有黑手党魔王囚犯，我这感觉很猛而且它折价现在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买。那我们该买谁啊？忍者，忍者吗？我也想买忍者。忍者不便宜忍者不便宜好，我们就来把忍者给他买下来，好了吧？来，各位，今天一大早刚开始，我们就直接氪金氪个忍者。如果大家也想看到我每一集都氪金买一些酷酷的东西玩给大家看的话，这个样子你就可以不用花钱，然后看到所有的东东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好不好？好啦，那这个249 RB 献给所有有点喜欢的爸爸们，阿里干多古贼马士，嗨，购买下来了。我买了忍者啊，我可以选忍者了吗？可以啦！忍者呢，它有忍者星星，应该是指说我们的手里剑嘛，还有30%的速度提升。我现在变成忍者啦！那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监狱里面的常客了，也不能够说常客啦，来了两次差不多多了。所以呢，今天小菜鸟阿谦跟着我一起走，好不好？跟着我一起走哦。开始了，进一出，好不好？上次我们已经来过这里一次了。我什么时候动作也可以像是这样子，像是左边那个家伙扣在船上啊？我总觉得我再来个大概两三次，我就可以像是旁边那个家伙，感觉像是老手，你知道吗？来过很多次了，对啊，来过很多次了。有人还可以把围巾直接围在脸上那还看得到啊？对啊，我能不能够劫船逃走啊？我们到了金玉岛，这款游戏它里面的对话是英文，但大家别担心，我呢？又直接站在别人身上啦！他今天背着我走他是我小弟，好不好？他是我的小弟。那我呢？交给阿神，英文三级的阿神，国小三年级的阿神，来帮你翻译。那上一集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漏掉了一些东东。他说：“跟着我走，你们这群小菜鸟们。”好，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狱卒，我们漏掉了什么家？那里有人啊！我上集直接略过这个家伙走，我们来跟他对话，看一下他可以跟我们讲些什么东东。他说：“我只看过人来，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离开。”OK， 我们好恐怖来到了货柜区。我们上次就是在货柜区的隔壁那个地方。我现在才注意到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爪爪是粉红色的。到了，距离公车发车的时间还有40分钟。而且这款游戏很酷的地方是，你跟我走，这里呢，所有的柜子，大部分的柜子啦，都可以打开，里面会有扣扣，打开，捡扣扣。它的东西，它的东西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我印象中记得我们的第一个箱子打开是苹果，它这是反过来嘞，这里还有，还有东西吗？我捡到6块钱，我这里好像没有东西了。那我们来换个衣服吧，阿谦，我们来换个衣服。发车了怎么办？你要确定我身上没有带武器这里阿谦这里来了这里换衣服。
哎、欸，你手上带手榴弹不是武器？哎、欸、，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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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上车上车。OK， 交给我来看。哎、欸，你看起来就很像坏人呢、欸。哪有？我哪是？你的脸看起来就很像坏人呢、欸。看起来超凶的、欸。好啦，这个家伙是洛可博士。哎、欸，听说这款游戏，如果你要破到不同结局的话，它好像还是有一点随机的成分在。他说：“这群家伙，这群小菜鸟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的，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些家伙、哦，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警察？你对他按住一，可以偷走他的东西。他说：“哎、欸，这群小菜鸟们，跟着我们走，偷走巴黎警卫的东东了。”这个家伙呢，是典狱长。我之前好像很少看到典狱长、欸、有没有可以挟持典狱长的结局啊？现在是自由时间，来来来来，阿强阿强，手刮手刮刮起来！捡钱呐、啊，捡钱呐、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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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到旁边这里是食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欸、是我上次错过的，上一次我们、欸、基本上来说干嘛？你又在偷别人东西，被发现了！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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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这个箱子里面有东西。他的东西好像是分开来的、欸，桌上直接摆着电线，记得有看到东西的话记得捡哦。这边桌上有可以捡的东西，尽量疯狂的捡它。那上一次我跟我的妹妹，欸、我跟我的 emoto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来说，这到底要怎么解锁啊？好像是不是骇客才有办法解锁啊？啊，可能是我的妹妹那个时候选骇客有办法解锁这个东西，她看起来挺像骇客。这个柜子记得打开，然后可以捡东西，我还捡到了木板。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东西。那这里这个盘子呢，你可以把它给拿起来。对，拿起盘子之后，你可以装一些食物、牛奶啊，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之后好像可以吃的样子。对对对对对，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那这里好像看的差不多多了，还剩下一分钟。而且我告诉你，这边有个小小的密道，跟我走，跟我走，这里跳进来，快一点，快一点，装难跳啊，装难，不要挤我。等什么进去啊？我怎么去？我进来，我进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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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搜刮一下，搜刮一下，时间剩下一分钟，我捡到了牙刷，我捡到了牙刷。然后这里有东西吗？这里没有东西哦，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是洗衣间，卫浴间，然后旁边是洗衣服的地方，好像都搜刮的差不多多了。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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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搜刮。Open，Open，Open， 捡到纸巾。然后听 Bob 说，这个好像是要一般的职业才能够把它给打爆，其他的职业好像没有办法打爆。哪里该懂呢？捡到捡到，我捡到绷带了！哎、欸，我们要不要去医疗室一趟啊？还捡到了高丽菜，走走走走走，走这走这，来得及来得及，走我这走我这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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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通风管通风管，等一下，走，哎、欸，这不是钱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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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欸，这里面还有很多房间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欸，哎，走走走走走，剩二十五秒，剩下二十五秒啊，钱，快点啊！来得及吗？快快快快快！我不知道，剩十八秒，剩十八秒，这里这里这里。這裡这里有一个小密道，上集爸爸告诉我的。这里，这里，这里，来了来了。OK， 出去，出去，出不去，出不去。门在哪？门在这，门在这。剩八秒，剩五秒。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接到，接到，接到，接到啦！你们抓走，快点，快点，快点。OK， 好，我们把可以这里还可以。他需要锯子啦！哦，我上集有拿到锯子哎。哦，所以如果我拿到锯子的话，可以走到这里来，对不对？OK OK， 好酷啊、哦、！OK， 各位好，我是洛可博士，在这里呢，我们会把你变得更好、更好、更好的人呢。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欸？你知道上次洛可博士直接把我的 emoto 压到床上吗？超凶的、欸，太奇怪了吧？他直接压到床上哎、欸。哎、欸，新闻快报，有一个的暴力犯叫做 Buffy，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新角，我们可以选 Buffy 哎、欸，他被转移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坚固的监狱。没错，有看过上集的宝贝们就知道，完蛋啦 ，Buffy 要来了 ，Buffy 要来了，哇！哎、欸，拜托我谁啊？忍者大师哎、欸，我是忍者，哎、欸，有看他手上那个疤吗？那个刀疤吗？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超好笑的。厨师，你有那些、欸、我平常爱吃的东西吗？没有，啊、超凶，超凶。好的，我们要稍微阻止他一下下喽。来喽，战斗开始。哎呦哎呦呦，手里剑，好痛啊！手榴弹，手里剑，手里剑好烂啊！手里剑，手里剑，手里剑，手里剑超烂的，手里剑，
手里剑为什么打不到？手里剑，我打得到，小心小心，阿仙小心小心。我在用手，手里剑打到，手里剑打到，手里剑。我杀他小怪了，我杀他小怪了。人家是人，你不要叫他是怪好不好？干掉喽！不要再丢了啦！少爷，二组把那个家伙放倒。不杀！我他每次倒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我现在才注意到，楼上有路可以走吗？有哎、欸哦，怎么上去？楼上还有房间呢、欸。好的，他说你们这群肮脏的家伙，跟着我走。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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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我们跟着他走，不然等一下我被揍，好不好？哎、欸，我想偷个钱，偷钱。我刚刚就是偷他被抓到。哦，口袋空了，哎、欸，口袋空了，不告诉我啊。好，谢谢，谢谢。走走走走走，客气。我那些被偷走，哎、欸，你好脏哦。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走这里，这里可以进去，好多地方可以进去哦。好的，我们先跟着他走好了。他好像是要叫我们去洗蓬蓬，走这里洗蓬蓬。那个，而且我们要坦诚相见了，哈啊，好热啊！我们要坦诚相见了啊，洗蓬蓬啊，清理一下，清理一下，哦哦哦哦，玩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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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打开。通通打开，好，水不用钱，全部开。哎、欸，我上次有找到这个东西，我把它敲爆，我又打破了水，感觉打破水管可以干嘛、欸？哎，它应该是能够接续到后面可能某一种逃脱的路径。好，那我们先检查一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看我逃、欸，我逃狱了，回来呀、啊！哎、欸，你能够打破这个东西吗？我能够用。哦，不行哎、欸，他好像是真的要用那个一般的角色，才有办法，就是打破这个小水管的样子。那我们现在选的这两个角色都没有办法打破这个水管。好，哦，是清洁工乔，乔说，哎，你们这群家伙开始准备洗东东了。哎，基本上来说，我们好像不用洗东东，我们直接逃离这个地方好了，好不好？有爸爸告诉我们说，这个清洁的环节啊，好像不是给他很必要。其实可以偷偷越狱，然后趁这段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你们看到后面的通风管，我们走这里，我们走这里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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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出来的出来，去去去！哎，这些狱卒好像都不怎么理我们，都在睡觉，对啊，都在睡觉。哎，我先去找找那个厨师好了。这些家伙啊，他们好像有一些任务，然后可以换到一些酷东西。那我不知道我捡到的东西能不能够给他、欸？哎。先跟他对对话，然后看一下我的包包，包包里面有好多东西哦。他说你有找到面包还有高丽菜的话，可以给我，可以帮你做汉堡，愿意帮我吗？我愿意。好的，哦，任务完成。你的任务有完成吗？没有完成的话也没有关系，对吧？没有。好，我捡到了一个汉堡，那我们再去找找人。这个家伙好像是氪金可以拿到一些走私武器。下一集我们再来，下一集我们再来拿走私武器。然后现在剩下25秒，我跟他对一下话。带带带，你好你好，如果你可以帮我找到锤子还有金属锭的话，我会给你哦。锯子，又有锯子了，有有有有有，有了，我有锯子了，有吗？锯子给我，锯子给我，锯子给我，有了。OK， 好，我们要不要先赶回去了？走走走走走，我们赶回去，我们赶回去，这里这里。如果时间到之前没有回来，会被抓走，应该会被发现，然后直接打入地牢里。回来啦，我们平手哎、欸，好猛哦。哦，洗衣服好像可以赚钱啦！我大概看懂了。好啦，我来啦。那这个衣服完全没有洗半件。那个典狱长又来了、啊哦、不好意思，这个该是时候回到你们的监狱的时候。哎，我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锯子？我要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锯子锯下去，对不对？他的锯子在他面前，然后你说趁他不注意，抱一下。好的，我们跟他哦，果然是人长，都不用带的。好。这个墙壁好像你可以爆破的样子，我现在才看懂，这个墙壁是阿谦可以爆破了，阿谦爆破它，好像是爆破的职业，你要按住一啦，用力爆破，趁你在爆破的时候，我跟旁边这个家伙聊聊天好了。他说，你可以帮我，哦呦，太大声了吧，你可以帮我带来纸巾还有石头的话，我没有纸巾跟石头，我会给你剪刀，好，我要剪刀，没问题。OK， 我们又剪刀了，酷先生任务完成。有啦，不要炸人啦！我得到剪刀了，得到剪刀了，走这里，走这里，这里面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口口的样子，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钱钱很重要，拿到口口了。然后这个家伙告诉你说，哎哎，恭喜你逃来这个地方，但这不是逃出去的路。OK， 好，那没记错的话，这里好像没有东西，我有51块钱了。来，我们走出来，我看一下，哎，我们趁这个时候可以多探索一下下，好了，好不好？萝卜，我可以偷他东西吗？他头发是粉色的，他偷东西速度好快。我拿到3块钱啊！
我被暴揍啊啊啊！压在地上哎、欸，好色啊！压在地上摩擦哎、欸，她是女生哎、欸，我也要。你也要吧？你有那么渴是不是啊？这里还进不去。好的，垃圾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垃圾桶没有东西。那旁边这里我们好像都探索过了，对不对？每一个哎、欸，我可不可以偷厨师的东西啊？确认一下下好了，好不好？可以哎、欸，行吧？可以啊，可以可以。我会被揍爆啊！好了，偷给我拿走一块钱。哎、欸，没有，他没有发现的，他没有发现的，要不要偷？要不要偷？我好穷哦！哎、欸，我要不要？不要，你偷完了，我会被那个。我觉得这个手里剑好烂哦！喷火枪，我们这次买好了，好不好？我们这次买喷火枪好吗？好啦，各位，上集大家都有点那么多大大的喜欢了，79阿币献给每一个有点喜欢的宝宝们。这个喷出去的不是火，是大家的喜欢的、啊，好不好？来喽，我们看看这个喷火器拿起来怎么样？有的，有的。哦！你确定这个监狱没有问题吗？对啊，来这边喷火都没关系。你确定这个监狱整件没问题吗？好，我们趁这个时候能够自由的移动，来检查一下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之前没有仔细检查到的地方，好了，好不好？好，他说要到监狱里哦，上面那排有通风管哎，你有看到吗？那个要怎么上去啊？太确定要怎么上去、欸？那这里能够走吗？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到地下室去。啊、这里有路哎、欸！等一下，这里也没有去过。哦、对哎、欸，哦这里过不去，他现在还没有开起来。这里有路哎、欸，右手边是房间，然后左手边是直升机停机坪，这感觉也是个结局哎、欸。那这里呢？这里有个通风管啊，走了隐藏的通风管拉线，切成第一人称，切成第一人称。哦，这里通往哪里呀、啊？哦。从这里下来而已了。OK， 好，先可以。我还以为通往哪里神奇的地方嘞。好，这里是他要黄金卡才有办法。他感觉有，你没有跳舞机哎、欸？我想玩跳舞机。他感觉有好多结局啊，好，这里没有办法走。OK， 探索的差不多多了，走，我们来去跟着狱卒走吧。我们好像要回到自己的牢房了，走吧，阿杰，走啦，去他可怜的家伙。哎，等一下，这里好像可以把电线剪断了。上一集的时候我剪断电线之后，我们好像就没有机会再仔细看看。我这次先剪断好吧。哦，有了，打破了保险箱。啊，保险箱在哪里啊？保险箱在这里面是不是啊？看起来就很像在这里哎，可是我没有进不去。对，我没有那个撬锁工具，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合成出撬锁工具，或者是跟其他的狱卒换到撬锁工具才有办法。哎，它有很多地，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进来。好吧，那这里有东西可以捡吗？哎，你怎么不是选骇客啊？骇客可以读书哎。真的假的？好像没有，我就不爱念书啊，所以才在这边跟你玩游戏啊，所以才被抓进来是不是？有钥匙的话可以进到武器室，我们先绕过那个警卫好了，好不好？我可以用锯子。当着他们的面吗？好，而且你帮我把风，帮我挡住，是不是像女生换衣服的时候，好不好？有点男子气概，好吗？来喽，切割，走快一点，我要先把我的武器拿出来，切开了，可以进来啊？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为什么？哦，可能要等到后面剧情才有办法进去。那我们先绕过来。哎，这里还有路可以走哎、欸，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觉得是剧情开了之后才有办法走。好。看一下这个护士姐姐，她需要什么东东？亲爱的，如果你可以帮我找到一个针头还有绷带的话，哎、欸，我有哎、欸，我就会给你酷酷的东东，你愿意帮我吗？好的，而且你是不是都没有收集到这些东西？都没有啊，为什么都没拿到？欸、你好烂哦！护士任务完成，我拿到什么东东了呢？我得到一个医疗箱哎、欸，好哎，你都没有好好的收集东东，都没有好好的收集东东，太赶了哦，第一次来哦，我不太熟、哦。也是，我已经守门守路都已经来两次了。走，我们来去找警察先生，要被带回我们的牢房。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这游戏有那个随机的元素在，对不对？你如果要碰到不同的结局的话，对，随机的元素就在这个地方。等一下下来，哎、欸，我们准备被他们带进去，哎、欸。他说：“阿谦苦噜苦，看起来有点煞死哦。你看起来给他有点怪怪的哦。这里呢 ，A、B、C 这三个牢房区域呢都不一样。这次我们去 B 哦，又到 B。哎、欸，我们第二次到 B 区了哎、欸。他每一次会到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连续两次都是到 B 区。他好像 A 区跟 C 区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的样子。好的，那。欸”
如果我这一次，好，现在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牢房，去选择牢房。不过我们可以收集一下东西啊，先找一下东西再找牢房，看一下。这两个人一间吗？好像不行，我没有办法跟他聊天，是不是？可以。他说我哥哥布洛克，我没有遇到布洛克。这里有钱，这里有钱，捡个钱，看一下有没有那些酷东西。又有钱，捡起来，剩下20几秒啊，先搜索，捡钱，我在捡钱。除了捡钱，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道具之类的东东。我是在这个地方有捡到一个十字钱。哦，来了，洛克医生，又要把那个妹妹抓走了。这没有妹妹，他要抓走的是谁？是我，不，这次你不要救看我好了，好不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完全不救我的话，不要担心，阿璇，那个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你这个时候可以救我，对不对？不要，不要帮助我，不要帮助我。好，我没按，我什么都没按。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被改造成可怕的怪物吗？还是你一定要救我之后才有办法逃离？我现在没有半个人在按，我们要测试出不一样的结局，好不好？我变成钟头怪，钟楼怪，我变成科学怪人吗？动手啊！他好像真的要那个啦，他好像真的要救人啦！好啦，救人啦！救！救了！救起来！快救！快救！来了！快到了！用力按哦！结果这个医生在那边闹，警卫抓住他们！殊不知，如果你有看过上一集的话，就知道哦。一切全部通通都只是梦。早上好。啊，做噩梦。而且这是你的噩梦，不是我的噩梦，这好笑的。对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就代表我在你心中就是有就是很大很大的那个。没有，不可能立足之地啊。好啦，趁这个早上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啦可以解锁的东西啦。我没有找到那个东西怎么行啊？上集在这里有看到的，快！等一下就要带我们走，不！哦，有人把线砸，不一样的剧情有人把电线剪断了。我们前往探索好了，好不好 ？Go！前往探索。谁啊？上集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在进到地下室之前就把电线给剪爆是吗？快！他们马上就回来了。走，阿倩，大门口等你 ，Go！我们需要一些武器，然后还有钥匙，好酷啊 ！OK， 往哪里走？好多警卫啊！小心哦！寻找武器库，跟上集不一样嘞。好，阿倩，等一下，我们还能够回去吗？现在没有时间限制嘛，对不对？我们先回去这个地方，然后再给他更仔细的找找看有没有上集我在这里找到的工具。我希望有，应该没有那么的难找吧？还是它被藏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哇哇哇！什么东西啊？超可怕的啦！什么东西？我知道那家伙是谁了啦！那家伙是 Buffy， 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很暴力的那个家伙吗？他可能被狱卒压过来，然后就被洛克医生抓住，然后疯掉了，有没有可能？超可怕！好啦，那这几区这里淹水了我真的好想出去看 B 区或者是 A 区哦。但我们这次好像破出不一样的结局了，小心 ，Sally 哦。我能够走到这里面去吗？还是不行？护士姐姐还在 ，OK。那这一区我没有办法进，我们需要钥匙才有办法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吧？好的，小心哦，那边有很多的狱卒。我们要你的喷火枪，等一下啦。我们要潜行啊！要潜行啊 ！Go！他来了！走这里！好，你先躲起来了。好，你先躲起来。小心 ，Sally 呀！小心啊 ！OK， 这边有两个。到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走。这里有人在睡觉，小心，我可以偷偷的捡他的东西吗？我觉得你会被抓到不会不会，小心一点，在睡觉。偷到钥匙，阿谦，我们走密室，这里比较安全。哎呦，进来了。等一下，快点，别紧张，快点啊！卡住了。
OK， 没事，走这里，我捡到钥匙了。有一个警察在那里，小心一点点哦。OK， 绕过来。我们要进去透武器啊。OK， 好，一起。哦，武器室。嘿，趁这个时候，我们快点弄到一些武器。好的，没有问题。我身上的钱有60，又缺2块钱。可恶，有没有2块钱啊？这里面有空的箱子，这里有苹果。OK， 捡到一颗苹果。这里桌上有钱，这是要氪金的、欸。有没有2块钱啊？有没有2块钱的、啊？给你要怎么给你？可恶，这边有个超级巨大的金汤匙、欸，这里有条密道、欸，我要买 M16，它需要钻井。这一次我们换一个武器好了吧？我、哦、MVP 可以换这些武器哦。好，有免费的手电筒，好，拿到一个免费的手电筒，好，交给你买。我可以买霰弹枪，好，我来买霰弹枪好了。它有个很酷的，还有弓箭呢。火箭筒，有些东西看起来真的很猛我有喷火枪啦，你看我，我看一下你，超帅。上一集我就是拿 M4， 这里有贵，这里有2块钱啦。算了，没关系，我这次换不一样的武器好了，好不好？来，我们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你准备好逃狱了吧？准备好了。好了，现在我们该去哪里啊？我不知道投票可以探索医院探索监，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你选，你选啦。那我们去医院，走吧，我们去瑕疵护士姐姐，好不好？好，那个漂亮的我来。好的，我们去医院去看看吧。走。好的，我拿着我的喷火枪了。开启这个区域了，好，等一下阿坚，我想确认一下，我们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警察还有在外面吗？我稍微检查一下下好了。我好想到，你看这个上面那个通风管真的是可以通往某个地方的是吗？警察不见了。我能够跟你换东东吗？对话一下下，感谢你。好的，这个家伙不是我们要兑换的家伙，好像在这里面可恶，我没有办法进去那一区。锁起来了。对，所以每一区会解锁不一样的东西好，我们这一次，这里可以走了吗？哦，这里可以走了。OK，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剧情，发生什么事情？哈喽，疯狂护士。哈喽，宝贝们，他是护士长好多护士。OK， 喷火枪，开火！攻击！他说我真的不需要打针，喷火。OK， 给你，加油！燃烧！OK， 烧起来 ，sweet 啊，舒服。这里有人有人倒在这里他说，这个监狱太正常了吧？这个护士姐姐把我们关起来了我们刚刚外面还有一个正常的护士这后面看起来好像有个洞，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搬开，然后一起逃脱。移动柜台，阿健，用力！用力！阿健，按啊！用力！你们在按啊？阿健，你们在按啊？你有这么按？你快按快一点好不好？我在滑 IG 啊，你在干嘛？我是在看影片啊。我是真没在按啊，大家看我滑鼠啊。你按啊！你按啊！我干那么辛苦，我有在按哦，你自己看，相信我，我有在按。没按啊，按下去！骗人啊！搜索一下。他说，这是一个通道，也许我们可以沿着这条楼梯走下去，看看有什么东东。好的，它是连通，上面有东西吗？有书啊！这些护士姐姐看我们把他们的护士干掉之后，他们就放弃了，是不是？他们头上有一个天线。对，这个天线是那个，我刚刚被抓到那个是洛克医生，他在控制这些家伙然后你看这个家伙他被绑起来了，他完全被绑起来有够可怜的。好的，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了，跟我走。他后面有个楼梯OK， 跟着地下道走，好恐怖下水道。有没有老鼠这后面是不是会出现那种超级巨大鳄鱼的地方巨型老鼠，好恶啊！Oh my god！
好饿。击退老鼠，阿仙，阿仙，拿出我的霰弹枪 ，boom！ 噔噔噔噔噔噔！哦，你好强啊 ！boom！ 哎，我看看我打一下他多少滴血好不好？我看一下我打一下，嘿，我打一下超痛哎、欸，看好了 ，boom！ 超强哎、欸，哎，霰弹枪很猛，霰弹枪超猛。哎，我得到一个称号叫老鼠战士，我不要站在水沟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老鼠，好饿啊 ！OK， 走走走走走，什么？哦，逃离的通道，逃离的通道，阿杰，我们要逃狱了！哦，终于吗 ？Go go！ OK， 过个桥，过个桥，过个桥，什么声音？等等，我听到奇怪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去看看那是什么东东。不是啦，逃狱要紧啊！逃狱要紧啦、啊！这什么鬼地方 ？Buffy， 哎、欸哦，他被操控了、欸。嗯，你看他的脖子，你发生什么事啊 ？Buffy， 我也是 Buffy， 我 Buffy 不乖 ，Buffy， 我打他一枪看看好了吧？好、啊，他无敌。哇 ，What the fuck？Buffy 无敌、欸、，Buffy 倒了。Buffy 在干嘛？巴菲好凶啊！出手了吗？好，你出手，你出手，你出手，快出手！等一下，他无敌耶、欸！是不是要？是不是要封？哇，好强啊！我的妈！哎，吃个食物，吃个食物，不客气。哦，要用这个打水罐，打水罐。他怕水，他怕水。Boom！ 有了，巴菲受伤了，巴菲受伤了。巴菲，不要一直来找我了，我吃个苹果，我吃个苹果，我吃个苹果。巴菲。太凶了吧！有了有了有了，躲躲开躲开躲开，吃我的手里剑，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他是火影忍者吧？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哦 ，OK， 碎碎碎碎碎，扣了一点血扣了一点血 ，BOSS 战呢？他说还没结束 ，OK， 是有点疯了，他就想干嘛 ？OK OK， 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拿一些食物吃，好。拿一些食物吃，我们刚刚不是有拿到一些好吃的食物吗？苹果啊！对对对 ，Oh my god！ 啊！对，哎呦，哎碰到了，小心小心！哎，他的石头真的是乱炸哎、欸，小心花千，小心小心 ！OK OK OK！ 哎呀！哦哟，超危险！哎呀，一袋，好痛啊！一袋一袋一袋，好痛！哦哦，还有震波哎、欸，好强啊！OK OK， 是我们的机会了，现在要干嘛？现在我们的武器攻击哈千。喷火枪！哇，火烤 Buffy！ 哟，哇，好燃哦 ！OK， 可怜的 Buffy。我们要趁他，我不是要把他救走哦。他说趁他醒来之前，我们快跑吧。好吧，好吧。逃脱的地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只是来顺路解决他而已嘛。他怎么住在这里？好好笑，就只是顺哦，这搞不好是博士的那个啊。博士的那个秘密基地，他们的研究基地，逃出去了，阿千，逃出去了吗？啊、哦！阳光、沙滩，没有比基尼。哦，好大的地方哦！我说啊、我没有办法想象疯狂的、哦。等一下下，有警察，我们在警察局隔壁。好，小声，小声，小声，阿千，小声，小声。等等，我们是不是刚好就在警察局隔壁？跳崖来不来得及？哦、oh, 哦、oh, ，来不及。哎、欸，他在跟我们讲话哎、欸。哦，我知道，是陆克医生，把你交给我们的、什么医生？哈？哈？他说我现在去哦，他以为是陆克医生找我们来帮忙的，他以为我们被操控了。Oh. 现在我们要帮他运输东西。OK OK， 我们趁这个时候。趁这个时候，偷偷刚好开着车跑走，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旁边有那个车，把东西搬上去就好了。好的，好的，好的。OK，OK，OK、okay, okay, okay。他不知道我们是逃狱的人呢。OK，OK、okay, okay,。好，我们要把东西捡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捡起来。然后我可以一次带多点东西吗？哦，不行，我一次只能够搬一个东西，而且搬过来哦。哦，你直接从旁边拿哦。哎、欸，你很作弊耶、欸。你很作弊耶、欸！等一下啦，等一下啦，那有作弊？你很作弊耶、欸！我以为是要绕过去，你等一下，你的分数太高啦！你的分数太高了，就是可以直接拿啊、哦？不是，我刚刚是想说，我想拿个信封看看，我拥有此物品是怎样？拿一只，只能拿一样。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嗯 ，OK，OK，、okay, okay, 我拿 ，OK，OK，、okay, okay,
哎呀，你分数太多，先生，先生，够了，太多了吗？够了，够了。同分呢？我们同分呢？没有，没有，这个我觉得比较少哦。OK，OK，OK。我告诉你有个小秘技啊，我刚刚学到的，我刚刚学到的这个秘技是，我能够一次放两个东西啊。啊为什么？哎，为什么？它有两种不一样的东西，两种都可以拿，拉开差距喽。OK，OK。告诉你，这种游戏玩的就是资讯差、啊，八分。阿谦，可是他说我已经拥有此物品了，为什么这样？阿谦，那个跪下来吧，哈，跪下来吧，啊、倒地、啊，倒地啊，获胜。好哎、欸、，OK， 啊，我们可以开着车车就偷偷，我们去帮你运货啦，就搬东西这种事情。太大材小用的，好不好？哎，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警卫呢，会带你回到洛克医生。拜拜喽，我的好朋友们。啊！我不要再回去了，干掉阿谦，干掉他！我努力，我在努力。对，解决。你后面有人？有，我这医生，不是这医生，这个狱卒看起来也是挺可怕的脸。哦，你很凶哎，先生，你可以再凶一点点。啊，左烂。他只是邮差而已啦，所以我们要逃跑了，是不是啊？嗯，我们好像逃跑了，走，碰下阿谦，碰下，我看到码头，我看到下一个那个了，我看到下一个警察在站前方，跑过来，哎，好酷哦，完全不一样的逃脱结局哎，我以为会跟上一集很像，没有哎 ，OK 哦，霰弹枪超强，近距离直接秒杀，好猛哦。我们要从码头逃脱了，阿谦 ，Go Go Go Go！ 哎、欸，你知道上集我是怎么逃脱的吗？没有看过上集逃脱的宝贝们，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上集。我们上集直接抢了海盗船，超猛！我们又回来了。看那边有一艘船，也许我们可以坐的那艘船离开这个鬼地方。回，我们直接逃脱吗 ？Go Go Go！ 阿谦，船要开了。直接跳下去吗？跑起来！我们等你了！上船！在后面！上船了，阿谦！上船 ！Go go go！ 挟持这艘船！进来了！好大！开船！它坏了！我们需要油！油在哪？油在上面！燃料冲锋枪是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我上不去！下船！这里！OK， 跑起来！哦，它让我们跑很快耶！嗯，好多燃料哦。OK， 我捡到，一次只能够带一桶。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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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添加油！这里下不去，这里下不去，要绕过来，添加燃料，可以。准备，开船！哎，再试一次，可以吗？开不了，哎，开！哇好，有用了，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哦，喂。我们做到了，但是谁要阻止陆克医生呢、啊？哦，这是一个逃脱结局，不是一个解决陆克医生的结局。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哦，所以他有结局是可以阻止陆克医生的哎。我们现在玩的两次都是只有自己逃脱而已，都没有解决陆克医生，好酷哦！这游戏真的好猛啊！哎。各位，你们还想看到我们在玩一次吗？还想看到我在找不同的 YouTuber 一起合作，一起逃狱，再玩个不一样的结局出来吗？如果大家喜欢哎《越狱》这款游戏，想看到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突破15000个喜欢。我们下集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